消息里有军裂汇利三角关系日前闹得沸沸扬扬，引起外界关注。而近日汇利打破沉默，在社群致歉，让粉丝都相当不舍。不过事件也终于告一段落。而在发文后，汇利也更新了一则到泰国工作时的 vlog， 只见他记录了自己连换12套服装的忙碌模样。其中一套，他戴着变色隐形眼镜，换上大波浪卷发的复古造型，就让人瞬间认不出他来。汇利自己也开玩笑表示，整个人都变了。而汇利也大方公开自己的素颜，许多粉丝看到他的状况不错，纷纷涌入留言区为他加油打气。另外，许多网友也发现，惠利自从去年11月宣布和柳俊烈分手后，4个月内几乎都不在韩国国内，似乎是靠忙碌工作的方式来转移注意力，让众多网友纷纷鼓励惠利，希望他能早日走出分手伤痛，展开新生活啊。